悬疑问答。师傅，还有有一个同修，他在农村老家带孩子，农村人基本上每家都养了鸡鸭，孩子玩的地方有很多那个就是鸡鸭的大便，但闻不到臭味。同修想问他可以边看孩子边念经吗？在这种环境。可以的，这个念经是从心里念的呀，没有办法，可以念的，没关系。好的好的，谢谢师傅。师傅还有一个，心中干净比身体干净还要重要。对的对的，感恩师傅。